网红丢丢妹靠着直播在网络上累积了不小的人气。去年她传出婚变消息，并在今年正式离婚，随后开设新的粉专复出。近日她宣布公开征才，不论有没有经验都可以投履历，只要对直播有热情，不怕操就欢迎加入她的团队。从征才资讯中可以看见，她的团队列出了11项职缺，包括采购、客服、会计等，月薪则是台币3万到5万5千元不等。巨幅励志度则有月休8天、劳健保、员工餐、员工旅游以及各种奖金。贴文发出的短短3天，履历就如雪片般飞来，令丢丢妹大赞大家十分热情，并透露征才计划将于8日截止。有网友好奇询问入职会不会天天看到她本人，她也给出了肯定的答复，让粉丝们直呼羡慕啊。